好，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饿得么来。今天我们有个肉圆，他说他们的音响坏了，他们正在筹备那个国庆节的那个活动，然后有个练舞蹈嘛，音响坏了就练不了，要我江湖救急，赶紧过去给他们弄一下。走。这个充电器就是今天那个幼儿园的那个供放机上充电器，它是用的15伏2安的，我的那个电源都是12伏的，所以充这个12伏电瓶的话肯定充不满，12伏电瓶充满的话肯定要14伏多，所以我就试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给它弄好一下。这个小的开关电源很小，我先给它接一个220伏电，我把这个线然后插上，测一下这些电压什么的。我先看一下这个保险有没有坏啊？保险没有坏。哎，这个尾压管好像短路了，我猜测这个尾压管应该是这上面一个集成块的供电的尾压管。那么这个尾压管短路是这个集成块坏了还是尾压管坏了？我们拆下来试一下，尾压管好像没坏，那就是这上面短路了。尾压二极管拆下来之后，发现我是误判了。这个尾压二极管它是并连在一个很小的电阻，就是这个开关管接地的电阻上面，所以它测起来是通的，其实并没有损坏。然后我动一下这个开关管，然后发现这个，看到没有？这里，它这个引脚都是动的，松动的，而这个地方好像断了，这就驱动脚这里好像断线了。我们现在直接把这个给它跳个线，把这个二极管给它装回去啊。一头焊在这个开个碗这里，一头焊在这个
电阻这里。我们把这个线全部都焊好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跟上边这也是有个地线连接的，也断了，我们也焊好，然后我们插线，来试一下啊。嗯，侧边看到这个灯好像亮了，正常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已经15伏了，那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简单，可能是长期的震动啊，或者什么情况导致这个三极管。震荡那个开关管跟其他的铜箔地方都脱开了，然后把它连好就欧了。固定一下这个三极管，把它缝隙里涂点胶。把这个220伏线焊上，然后我们也固定好。喷油喷，这个电源修好喽。其实主要是这个开关管长时间，可能是磕磕碰碰的，它就松掉了。我们插个电试一下，灯亮了，我测一下，15伏 ，OK， 好了，朋友们，电源休息完毕，马上送给幼儿园，不然我小侄女他们的演出排练就泡汤了。我这个真删了，妈妈，我说人真多，我说多少我不删了。